OK， 好的，来，请问我们要猜四个字啊，一共五句话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啊？那题目？我们题目叫做一共五句话，麻烦请猜四个字。四个字是成语吗？算成语。哎，有人举手哎。唯一一位。连题目我都听不太懂。大声说什么？答案是什么？三言两语，对不对？只有我知道答案。对。恭喜你答对了，赖琳奖。是，来我们麻烦请到这边啊，正确啊，三言两语啊。是。对不对？一句。叫做什么？一共五句话嘛，三言两语啊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再来喽。我们接着继续，好不好？啊，请问，我们这样啊，我们一讲完题目就举手，好不好？我们讲一二三的话呢，大家有些人就把答案讲出来哈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个喽。请问，偷什么东西不犯法？妹妹，什么？偷笑啊！正确，叫做什么？偷偷的笑，偷笑啊！好，掌声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妹妹。哎，他们哇，这些哈，妹妹呢？我看所有里面举手第一块的是她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对，哇，太棒了啊！好，那我们。所以接下来这个阶段呢，小柔再出一个这个基本题，之后我们就继续来摸彩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，接下来呢，小柔要出一题很难哦。请问我们今天在活动现场来参加的活动名称是什么？八个字。来，不知道的打屁股。来，我们现场有没有长辈？好不好？因为我知道呢，我们这个地方呢。有老有没有80岁以上的长辈？有没有举手？阿纪，你叫谁？78是不是？哎，70岁以上的有没有？就大姐了哈。来，姐姐告诉我，请问今天的活动名称是？林古董跌财神。少两个字。龙潭林古董跌财神。恭喜你。太棒了！他说刚刚有没有80岁？差不多。爸，已经到这里了，有没有？啊，70岁就马上冲起来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让大家再次欢乐一下，紧张一下，是要继续来抽奖。继续，摸彩灯在哪里？请准备。好，我们要有请龙源宫的主委，我们有请主委，主委有传统。主委现在比较忙，因为地理老师嘛，是要去有人找他斜杠了哈。然后他说他先回家吃个饭啊。肚皮嘞，还是？那我们有请我们这个徐玉树议员，是来上台来帮我们抽出这个幸运儿，可以来得到我们的锅具组有六赏。是，我们这个哈奖项越来越大哈，一桌来慢慢摸咯。哦，我们只有2位名额。好，589号，有吗？589，589，有一位。677号，600，有吗？再见。还没有喊他就给他再见了。是的。喊反了。啊，677真的没有吗？那我们要开始。再见两次，好吗？好，677号一次，再见。677号两次，再见。这个再见会越来越大声，知道吗？677号三次，再见。他们都跟他再见，好狠，真的是好狠哦。好，再来，下一个是谁？刚才是677，对不对？尾数有七的，请准备好。尾数有七，就是007啦。好，啊，没有啦，467。啊，589是谁啊？哦，双锅煮的。
可是江子仁有来是吗？589，对，但是677刚才没来啊。对，哦对，677我们刚刚再见了哈。Okay. 那上、哦、上辈子的事情，有吗？啊，让大家紧张一下。想说，谁来了？467号，有吗？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给太一百一票，总算三个阿姐啊，很共安开场对吗？467号有吗？环视一下我们全部有吗？467吗？那你要来啊！不要在山的那一边对我唱情歌，来扛五十了哈！来，467号有了有了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我们请迅速到台上来。好，大哥请上前，好吗？大哥请上前。467号，我们请一桌来帮我们颁奖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们也请这个区长一起 ，Q 他的弟兄，来来来 ，Q 他的 ，Q 他的。我们的很重是不是？我们就是要考你啊！来，我们放椅子上，放椅子上啊！大家一起来照相，太搞 Q 他的弟兄了。哎，秘书一起来，秘书一起来，来看前面，我们大拇指比出来，口罩拿下来哈，口罩拿下来，最远面拿哈伦。谢谢议员来帮我们这个阶段来拨彩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哇，大家都今天一直很开心、很紧张、很兴奋。接下来呢，是，我们要让大家很欢喜。是我第一个是等你来，第二个是等他来。好，各位，我们都知道黄以琳对不对？是小黄以琳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叫黄。